是干。来，我们从那个 SYR 这什么东西，这看起来很高级。2000这个吗？它一个2000，对不对？这个对。这是你的啊？是我的。我的是我的，没有关系，我记得这个价格。那我把它打开，它里面好像是包草莓。2015，嗯，是什么饼干？它白巧克力是甜的，可是它那个干草莓是酸酸的，所以其实有一点点中和掉。还可以吗？嗯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它还有另外一个抹茶口味，但它就是有点偏贵。这个是2000块的，原本我选三条的是3000多块，但后来我没有买那个3000多块，我觉得有点贵。一个是10枚，哇，我们有2盒，一个是海盐卡门贝尔起司，另外一个是蜂蜜跟贝冈佐拉起司，它都一定有起司的。这看起来是蜂蜜，这看起来是海盐。我感觉有点像那个黄色的 Oreo， 你知道吗？黄色的，你说你说是奶酥的吗？那不是不是，有一个类似 Oreo 的那个圆形饼干。哦，我比较喜欢蓝色的。我也是，我有一个味道。啊、它的后劲，黄色的后劲有一个，很快，然后它闻起来有点像抹茶的味道。我觉得它的白巧克力的牛奶味比这个跟这个还更浓。老朋友，没有，以前最早都是铁盒，可以说是最早的欧米亚给。哇，它一样也是，它一样也是这种猫舌头饼干中间夹巧克力耶，好像这几样都是耶。它的牛奶的味道跟这个都差不多了。哎，整体来说，白色恋人的饼干皮咸一点吗？饼干皮更酥一点。抹茶巧克力，25个，哇，25个，它巧克力是苦的，然后抹茶本身就没有什么太甜的味道，所以还蛮合胃口。这个会是比较长辈，对，这个比较苦，嗯，可以配甜的饮料，嗯，其他的，可是它有一种很浓郁的。creamy 的，对，差不多这样，该喝茶了。